饭都还没打凉，自备桌椅夹着美景回来了。见过人民大街饭，掀起了社会主义新高潮。哎，这个高潮，这个高潮，新高潮。哎，呀，就是新高潮，意味着也能上来。社会主义，下个楼梯。哎，该不弄了，能把了？哎，他真快乐，我紧张。紧张啥嘞？他又不咬你。要不大哥我帮你一下吗？你就滚蛋吧你！我一想，花来个逼，这鸡巴100块钱我花了多远？你看你那点出息吧你！那100块钱我给孩儿，我给孩儿不好？哎，说了说了说了，你坐吧坐吧坐吧。哎，你真是扫兴。你鸡巴笑啥了？鸡巴笑！点菜。哎，来了。要不要点啥？先弄两碗面吧。两碗面。恁这还有啥特色？俺这里还有包点羊肉汤和火锅羊肉煮。弄碗汤吧。中了。弄碗汤。中。稍等一下啊。嗯。你，炖羊肉炖羊肉，还鸡巴包点羊肉汤，缺你了。现在除了孩儿他妈，啥都是假的。耶，那孩儿他妈都不一定是真的。要人用的啥？你贵贵，这货谈几百万呢？这崩了一点都不亏了。鸡巴跟俺村的支出一个球样。这几百万要是给我，我也开个药。你人家戳死你了。矿上这点事儿，他们差远了。哎，这别说几百万了，有几十万我都足了。哎。我把俺儿啊从现在到大学毕业的钱我都给他攒着，我一分钱都不花。我那个二学习可好啊？我那个不中，不上了。要不让他上上？倒得很，可我一个球员。大姐，俩人不一样。对呀。那时候家里没钱，你说要是有钱啊，初中咱都不说了，高中吧，大学吧，对不对？这几百一块给你能治哎？你去求吧你！现在啥都没用，有钱就中。哎，小妮儿，有蒜吗？有。那拿蒜。
包点二条吧。管子工，管子工，这是管子工。呦呦，装个装个煤气管道。装煤气中啊？多少钱呢？多少钱呢？耶，十来年。多少技术？耶，差不多。你干这些年会不懂啊？也没多少活儿，跑个管道。你睡那边，你起来吗？起来起来，走走，跟我走，走吧走。刚才找啥人？我不知道，你去请。等会儿呢，很难。是，我都来了三天了。才来了三天。这有人等十几天了，这得碰运气。我就找了个煤矿的工作，能挣一大笔钱。怎么这还不来了？你妈还在这儿？真的是，叔，接个活吧。啊。大叔，你刚才说的那个地方在哪儿？这远不远？废话，不远人家能给那么多钱？一月能挣一千多块了？真能挣那么多？我骗你。大叔，你看，能不能带我一块去？那不中，我已经有伴了。哎，大叔。看我，你呀，先别着急。我那个朋友他这儿病了，你要是能当他这儿，他兴许还中。哎，中中中中。我说了也不算，我得问问俺那朋友。哪也中，哪也中。啊中。中。中，那不中，走。那谢谢你，大叔，谢谢。那中。嗯。你叫个啥呀？袁凤明。袁凤明。我跟你说，这矿上活可重得很。我不怕，我什么都能干。那就行，走吧。金明，票买没有？还没买嘞。那鸡巴，你去那长时间弄啥去了？路上碰见这孩儿了吗？咦，叫鸡巴你买票，你领个孩儿算能啥的呀？看你急啥呀？他不是想跟咱一块儿去干活来吗？哎，快叫叔。叔。谁是那叔啊？啊？叫啥？叔，你叫啥？袁凤明。逃学出来了吧？那咋不上学了呀？没钱交学费。那妈，那爹咋鸡巴当了呀？是学费都不给你交了？这不怪俺爹，俺爹出去打工挣钱去了，都半年没有回家了。你看你哭啥嘞？恁爹发财了，娶了个小老婆，不回来了？不可能。多大了？十六。那鸡巴能中？我是看你孩儿怪可怜，恁这不是病了？那咱弄这不就完了？那鸡巴井下的事你不知道？鸡巴小孩他能啥呀？是那多危险呢！是。叔叔叔，我不怕叔叔，我什么都能干。你该鸡巴干啥干啥去，这活你干不了。是。哎，那就帮帮他呗。帮啥帮啊？我说不中都不中，帮啥呀？你先等一等。来，你过来。
你咋回事？你是装了，你还真不想闹？咱不是说好了吗？老大，你别跟我急啊，咱是大老爷们，做事得讲规矩不是？啥规矩？你鸡巴弄个小孩，你搁道上还混不混了？你我管他大人小孩，能挣钱就中。哎，你要是没钱，弄孩还不照样出来打工？你可怜他，谁可怜你嘞？反正我觉得不中，不中你自个儿找吧。好，你的身子坐直。好，脸往右转一点。啊，歪了有点儿。好，高兴一点，笑着一点。你他妈你笑啊！你他妈你笑都不会笑了你，啊？哎呀，你看你，还是老实嘛！你越说他越紧张。小明，别害怕，笑一点。笑的有点太狠了。好，你眼白眨啊，现在很好，眨了。叫啥？袁凤鸣。啥？袁凤鸣。我搂你了我。白天咋给你叫了？脑子让狗吃了你啊？我再给你叫一遍，记住，你姓宋。多大了？十八了。老弟多大了？你不是让我多说两句吗？你他妈，你这记得怪清的呀！这听二叔的话，知道不知道？吃不了亏。还要点啥不要了？不吃了。啊，那到那吃吧。嗯。来，老板，算账吧。啊，算多少钱？九块钱。身份证交的证，板凳板凳。把身份证交的证，哎。身份证交的证。把身份证交出这儿。二叔，你说咱们顺路能不能找俺爹呢？那鸡巴中国这么大，你上哪儿找恁爹？哎，你说恁爹去哪儿了？听说他去陕西打工去了。等我一挣到钱，先给俺妹妹交学费，然后再去找俺爹，我肯定能找到他。
欠的。老哥，您这儿咬刃没有了？不要。那这附近有没有啥狂咬刃？去那边给我看看。那边。啊。好，谢谢你啊。走吧，快到了，就给前面。老哥，嗯，干啥来？找货。找货来？嗯。一块儿的。走，走吧，走。我跟你说啊，你行松，他是你二叔，你要是说漏了，你就别想挣钱，你听见了没？听见了。好了，老大，怎么了？你鸡巴精神点啊！带人没水性啊！走。来吧。孟先生，这是唐小燕，这是俺侄儿。他是我二叔。废话。多大了？十八，有十八吗？我看不像啊。不是，那俺这儿他嫌小呢，身份证带上去。我看看，这是他了，那这是我，这是我的。下过井吗？下过。怎么不干了？铆钉了，砸死人了。死俩人怕什么？吃饭就得拉屎，下井就可能死人。要是害怕呀，就别在这干。对对对，王馆长，你说的都对。不过你看他那个死人的事儿，也不知道咋传出去了，来了一堆要那个付玉金的家属。这上来不是派人一调查吗？说他那个安全根本不合格，这一下停产整顿了，矿长让抓起来了。就是，干不成了，矿也给封了。整顿个屁，整顿也挡不住死人。不过咱们这还是安全的，你们几个先干着。干两天看看，如果行的话，咱们签个合同；如果不行的话，你们收拾你们的行李就给我走人。可是这两天算试工，先不发钱。老板，怎么能行呢？这什么这？干就干，不干就给我滚蛋！中国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人。哎，老板，干干，给俺干！啊，您别生气，俺号不会说话。带他们去，告诉他们咱们这儿的规矩。好，走吧。
的是啊。谁哪儿是哪儿啊？你是这儿吧？